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平民百姓。刚才帮这个我们的牛魔王啊，潜能解放了。哦，这个不晓得为什么现在就想把它吃满哦，所以把它灌了几只，这个是机关骑士哦。我们现在来替他做一个升级的动作，看一下他的满级的一个三维是怎么样。哦，看起来不错。4000多的血量，哦 ，CD 我们顺便也来给他那个补强一下哦，据说是 CD 八，哦 CD 八，哦为了避免，差点吃错了我，哦避免吃错我三只，哦一次先吃三只，哦顶多进等级。十，看一下哦，13嘛，哎，先吃两只好了。怕剑等级是12，哦，那就差很多了。先吃两只，哦，没有把握就不要一次灌下去，灌下去当场哭哭。哎，我想一下，对吧？剑等级12，理论上应该是15没错了。继续吃，哦，因为官方公布的正确版本并没有说，哦，就是我们没有确定的时候就一只一只吃，无所谓，反正吃的钱是一样的。看起来是15没错，因为很少有 CD 14的，不过我还是一样一直吃，一直一直吃啊。这说是给我搞超级强化是怎样？哦，看起来是没有错了。这个如果有人觉得他比较就是想说没什么差直接吃，那也是可以。哦，不用学我一直一直吃，可是钱是一样多的啦。因为我都已经升满级了，哦，这是它的三维跟最大吸力数，哦，基本上给兽队跟妖精队用起来都不错，哦，马上换一下代表给大家，这个可以试用一下。哦，当然目前只有好友可以用得到了哈，因为好友空间有限，所以大家包含一下哈。好，以上这个很无聊的一个吃法，哦，主要是看三维，哦，还有 CD， 哦，给大家参考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